还有一位，两位在房，五五成功。这次两位管眼前没有管身后，王能杰把球给进之后已经是来到了两位数的领先了。然后我补漏，11-0，韩德龙能不能有命中？漂亮，好的。这位前职业球员韩德龙总算为自己的球队，做啥都对，拿到第一个分数。好球，好球！别往后退啊，孙立晨。在。一，小心反掉！哎，好，先过他，四回。这边庄战低位去打曹芳，曹芳把球切掉，单防防下，而且把球权拿到。这次掌声给到曹芳。换人。大龙，准备。说啥都对，后场发球。给到陈凯，组织进攻。Bilibio 队全场紧逼，那边，上去。陈凯把球带过来，这下差点被林阳断掉，但还好把球拿到。打中，快点面对 Risa， 肉与肉的碰撞，篮下陈玉志，这球放得太轻了。曹芳在追，看看转换，漂亮，来自于张志阳，好球。林阳精准助攻，张志阳急速反击。快攻拿到两分，来，星河五大五没有空间感啊！这大东弧顶拿球，找到曹芳，看看篮下的座位。这一次韩德龙拿到，现在绿队的得分唯一一个就来自韩德龙的，曹芳在四分点。好球，篮板球，走过。左侧，王宇军在场上第一次触球，看看林阳在中路，到底角，再回到王能杰的手上，可以投，这次三分命中，来到了13分的领先，16-13。来你了，上！不要怕。我只看到一句话，怕，他们太怕了。往前走，抱一个。我给你拉开圈，拉开。王志伟，一位速度非常快的球员，这下球给的又是失误。陈玉志球没拿好，你硬是的把球接住了。哎呦我！又是失误。走。李阳。运球到半场之后，别着急，这一下对张志阳的上抢，慢，再给到卢易桑，在高位过渡一下，再找王增杰，王增杰刚才有个三分，现在撤步再来一个，篮板自己拿到，身后何小天这边和王志伟合力切下，犯规，哎，去换那个卢易桑去，换人。别急，放开，别急，后面，曹芳接球，看看这下切入，晃开，再给中间，陈宇志这下没有拿到，晃开，往身上赖，犯规吧，走，快走，这边又是转换，吊给张志阳，张志阳的出手三分，再来续上，火力全开，张志阳，你都是第一个世界比赛三分王，坚决出手，将分差拉到16分。我错了，你对。哎，暂停。哎，暂停。这个分差太碾压了。粉队的投篮命中，就跟他们名称一样 ，Bilibio 说啥都对，真的是做啥都不对了。可能都没信心了。刚才像何浩天那个球，正常的他肯定该自己上了。李阳那个手太快了呀。抛出他们一开始那个三分球，现在落后13分，毫无章法，啊，被人追的什么似的？怎么调整？现在三个后卫，你现在过半场都成问题，怎么回事？啊，谁敢承担什么责任？那么人都黄起来，往身上一靠就犯规，还闭着眼躲着呢？你们再这么打，这个分差越来越大，你们身价什么全下来了，这什么东西？这是你什么比赛精神？场上一点斗志没有，欲望没有，这场上跟跳舞似的，全是软的。人家中锋想做什么动作做什么动作，后卫想干什么干什么，啊？
什么东西在这块儿、啊？厅长，你把掩护做好，上来打 motion， 你俩站这个位置，深一点儿，他强掩护这个球就接，没有人回来。如果范成林人去挡他这个位置，这个球是投篮，再反跑连手对手，曹方再回来，一五，把这个战术延续下去，这种东西。基本上我们是没有任何配合的，基本都在犯错，对手都在反击，都在轻易的得分，这个是挺令人崩溃的事。这个队呢，他们是比较街头派一点的，他们在打这个策略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很难进入状况，有时候不明白，所以杨教练他对这一块是有稍微比较担心。好了，继续回到比赛，现在说啥都对队落后这16分，这个巨大的困境他们要如何破解？暂停之后看看调整怎样。范振林来了，哎呀，这球暂停回来，好的，哇，哎呀，传这样的球，走走，来，走走，上来，上来，内侧，内侧，内侧，好吗？内侧，上来，上来，看看走左侧，这边再给到一个掩护回来，范振林在中路，这次又被切掉。李阳手是真的快。这次王俊伟就算跳得再高也无法拦到身高比自己高十几公分的王振杰的上篮。哎，王振杰，王振林回来之后马上要一个运球的三分，上走，找你自己人，已经到了21-3，18分的领先，一好球，这球往里切，直接给吊出了界。你换何浩天，换人，陈泽文上场。怕什么啊？我上好了，李阳能给你吓死我感觉啊。走走走，我接球。上来，军哥，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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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拆过来，有机会。这次的出手还是短了，陈泽文在篮下这球并没有拿到，李阳我一个人摆脱两个人的下手的防守，看看再找出又是李阳精准助攻，完美的传导球，孙立成把球放中，真的打什么都有。而这边陈泽文过来之后，这个2分也不中，别急别急，这真的是别躲，打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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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觉得这个比赛的半场要以什么样的分差结束呢？23-3，这个好像在这就是灌篮几季的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半场分差，再中一个，25-3。上去上去上去，回到中间，范成林看看抹进来，一对二，这次身后陈泽文的2分球投中，总算总算有得分了。现在是25-25，老张头是电梯，老张头电梯电梯，给他电梯，右侧这边提上张志阳，李阳示意去远端，自己左手运球找到掩护之后进来，右手来终结。